哥哥啦，来介绍一下你的团员吧。我跟你讲，Dancing Diamond 52 OK，Dancing Diamond 52就是一副扑克牌，有52张牌。对，然后他们呢代表着一种花色，所以总共有4团。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，因为他们有团呼。预备，起。老师好，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林哥世代 DD52的烈焰之星。火辣的。对，那你在主持这个节目，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变成好像生活中的朋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就是他们最忠实的朋友，小陈，不管他们开心难过，我都在他们旁边。你是小丑的身份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小陈，然后也是鬼牌，反正我有2种身份，是，但是都在他们旁边，害他们或帮他们都是我。对，没有错，好好加油，今天先看表演，别再欺骗我的爱，一起来看DD52，来。表演应该当中可能有一位，应该一位顶多2位啊？怎么了？对，可能将来会留下来，其他全部其他单飞是不是？其他淘汰吧？是没有啦，这么严重？开点玩笑，你们的条件不错的，不错，都有实力。来 ，Echo 老师，我觉得。一站出来那个自信度就是跟比赛，我当时比赛也是这样训练出来，所以那个自信度就是真的是取代不了的。是，然后歌词它也是真的接地气，然后写得很好，让你很好记，那那那那那就是直接，而且那个 sexy 度有出来。嗯，那个这个更棒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你比赛出来是为了什么？接商演，这个太好接了，气氛，就是所有老板都喜欢的，就是我就想要这一团啊，而且一级棒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赚到钱，就是大家观众也是开心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很棒的一个。你好实快啊，对啊。丁老师，我觉得跟力奇这两个团比起来，完全不能比，因为一个不一样。
一个是儿童团，一个是成人团。哦，一个性感，性感辣的，这完全就是一样的风格。夜晚来临了哈，不赶快哎，喝一点小酒了哈，就变这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他年纪也是很轻啊，对啊，他们都是小朋友。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，但是走的风格完全不同。嗯，他们的市场其实完全不重叠，对，没有打到，根本不是不会打到，没有竞争。要开票了，到底中还是不中的第一票？来来来。哦，中中中，有一种，恭喜有一种了，有一种了，有一种啊！再来，第二一票，哦哦，不中，不中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继续努力，一比一，一比一，再来，再来哦，好好紧张，不中，中，哎，两张不中，两张，我们还要，我们还要，还要两，还要两个中，要两中才会过，中，中，哇！仙哥，你先等一下，仙哥等一下。哇，两好两坏。如果不中的话，小陈与你们同在，好不好？我要惩罚你，要一起，是不是？天哪 ，OK OK 的，因为他们一定中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小陈，小陈与你们同在。小陈事故多，来搬出来。来来来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小陈故事多，没错。来，谁负责？阿宝。丢高高，很高哦。谁负责？高来，一二三。哦，没脸见老鸟，要戴面具，要把脸遮起来。对，然后脸遮起来的时候，跟大家自我介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弟，这么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林格世代烈焰之心的葛成宇，然后葛成宇现在要戴上面罩喽。介绍版女士，好，第二位。好，我叫黄蝶香。哦，蝶香，放下，放下。对对，开始自我介绍。第三位，我是林格世代 DD 五二烈焰之心的小蛙。好，第三位，第一次我这个戴的哇，特别好看。对啊，他特别融为一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好看哦，根本就是你就长这样。对啊，你可不可以把面具拿掉？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格世代烈焰之心的曾云凡。好，云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格世代 DD 五二烈焰之心的艾比。艾比。红星的黑黑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D 五二烈焰之心的夏娜。这个好适合哦，夏娜她的眼神好适合哦。对呀，她一眼过问就本人啊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格世代 DD 五二助教小陈。好，小陈老师，这个平常要给他们正常的一个心态，要要要，你们是最棒的，真的。那今天看到你们这样的面貌，真是吓我一跳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几位老师，谢谢他们。